患者方甜甜，4岁，先天性脑肿瘤，第一次病灶切除后，患者部分记忆丧失，3个月后复发，进行了第二次手术。患者部分语言能力丧失。 疼痛症状加剧，频繁晕厥，无法进食。病人的病情恶化，脑部损伤，实际上呢，从第二次手术之后就已经不可逆了。再加上并发严重的神经抽搐和肌肉痉挛，当时的孩子非常。 方甜甜于1月17日夜晚，因病灶持续压迫脑干神经，造成呼吸衰竭、心脏衰竭，于次日凌晨3点44分死亡。病人家属是否要求时间？ 康夫人，人在做，天在看，你就一点都感觉不到别人的痛苦吗？我不能相信你，因为我还有良心。你有完没完啊？一边是钱，一边是良心，你总不能两个都要吧？怎么，现在有人闹点事儿，你的良心就醒了？我相信你，你说那药没事了。我说，这还要我说？ 你不是个医生吗？所以我求你现在赶紧把那药停了吧。不行，你答应我的额度还没有做到。你草菅人命，不是我，是你，是你这双手，把一只又一只的叶耳膏打进病人的身体里面，让他在血管里面横冲直撞，直到绞杀了心脏。 也是你这双手，每次一拿到钱，就赶紧汇到英国去，然后你女儿在英国才能优雅的跳芭蕾呀。如果没有你这双手，你那个宝贝女儿在英国只能当一只鸡。我跟你被骗了，我。
师哥，你答应我的额度必须做到。 什么杀到你的？今天的东西都搬走了，扔了，有什么可怕的？学会。 我们谈谈吧，嗯，我去给你煮面，吃完面条吧，你走吧。 你离我娘家远一点吗？ 老刘，你别跟我说这些。你的额度一分都不能少。对，除非你死。有人跳楼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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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病房三号床的那个患者，这几项指标好像不是有点不太对。老师，对不起，这人老多情。芙蓉，这事儿该怎么办？老师，刘师哥确实是自杀。老刘走前找过我。老师，野狗是药监局批准的合格药品，临床使用完全没有问题。药监局局长都枪毙了，如果药有问题的话，我们医院也是受害者啊。芙蓉，你还在犟嘴？我现在跟你说的是过量使用，是临床滥用。还有，你瞒着我干那些事儿，关键是叶尔高里边的钱，你给多少医生回扣了？关键是病人猝死会被证明是叶尔高过量引起的，你等着坐牢吧。案子结了，不打消大厦。哎，不能排除大厦。为什么？我这案子一直盯着呢。我这活白干。我有确凿的证据，绝对不能排除大厦。你信？不抽。不抽。这好容易来一回，算我干这个。哎，你小子。就凭你也对我指手画脚，月月，我这一辈子呢，就是怂，我怂一辈子了。这个不行。你他妈跟我装什么装，啊！你给我装什么？这死就是你原则，行。刘红兵在这跳楼的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你看看吧，我这里有半年以来神经外科临床死亡率的报告。死亡率突然出现大幅增长，多了七个人。死亡率增长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半年的统计数据有太多偶然性。
得3到5年，甚至10年、20年，才可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病理结论。孟雪辉，你蒙我。我在跟你讲道理。你跟我讲道理啊？就像蒙别的老百姓一样吧。这样，我呢可以根据举报材料提审你，要么呢，我就先查方甜甜。为什么把方甜甜扯进来？怎么查呢？就是我的事儿了。你要干什么？就当我威胁你。你先考虑清楚如何面对警察，放下你医生的臭架子。换一个角度，我可以理解你一直以来照顾你病危的孩子，所以呢，你也可能是清白的。警官，你知道自己该查什么吗？你除了这份统计数据，你什么都没有。那我就从你的女儿开始查起。你太过分了！你干嘛？你到我这儿来看看。从这个角度看，他们都那么小，剩些小黑点，是不是？下楼。你什么意思？告诉我，你真的关心有哪个小黑点被抹去吗？这才是统计，这一直都是这家医院的角度。人等于病，病等于效益。我刚当医生的时候也非常痛苦，每天睡不着觉，每天想辞职。时间长了，慢慢就习惯了。警官，没有人能叫醒装睡的人，这才是这里的本质。叶尔高才是你该查的，你放铁的原点。康副院长呢？啊，他刚刚下楼啊。我姓张，弯弓张叫张月，是市局竞争科的。有很多举报信都提到了你。神经外科死亡率增长了155%，你怎么看？警官，我已经不在神经外科了，你问错人了。那叶尔高这种药呢？
你就安心带孩子吧。科室这块呢，我先帮你打理着，大会都通过了，啊，就差你的签字了。叶尔哥，不是学术分歧，临床过量是会死人的。你小孩治病的钱都帮你准备好了，也不急着让你还。您不用查冯学慧了，他不知道什么的。你很在乎冯学慧？冯学辉、你、刘红丁三个人都直接和这叶尔高有关。这一个呢离职了，另一个跳楼了，还有就是冯雪辉。这冯雪辉能清白吗？冯雪辉的孩子一直病危。那你告诉我你知道的事情。我为什么会知道什么？只要你配合我，我就不去找他。警官，您真直白，这种事情还能做交易的吗？是，对于叶尔高我是发表过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你就把它当成学术分歧，文人相轻吧。哎，看见冯主任了？没有。蒋医生，这冯雪辉能清白吗？警方已经开始调查叶尔高了。谁呢？叶尔高过量使用诱发临床猝死，这个结论迟早会得出来。这个结论得到了又怎么样？有人会坐牢。有人？谁呀？啊，你是想说我是吧？雪辉，你再仔细想想看，会是谁坐牢？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想想看，你女儿病危这阵子，你请假了吗？没有。你辞去主任职务了吗？也没有。所以你说会是你坐牢还是我坐牢？真的是你。刘医生也是被你。我帮不了他。当一个医生变回一个女人的时候，他的智商真是一塌糊涂。在你找我兴师问罪之前，你最好先搞清楚你都签过了一些什么文件。伊尔狗该不该用，该用多少，每一个医生开出去的每一张处方你都签了名。
如果你还想不清楚的话，那让我们来回想一下，1月18日凌晨3:44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不是看见？哦，那是个悲剧，我不会说出去的。雪慧。值班吗？啊，值班。白班还是夜班？谈一下吧。快！点儿，有你那么笨球的吗？他妈会打球吗？找打吧你！哎，别！大家一起玩嘛，大家一起玩，别生气，大家一起玩嘛。怎么了，美女？干嘛呢？关你什么事，美女？你看你的胸，哎，我警告你啊！哎、女人还大，你隆胸了吗？警告我什么？警告我什么？警告我什么？生个孩子吗？
好好休息。鲁哥，鲁哥，你特别什么天天忘了，是吗？天天死啊，这么冷就完蛋了，你不承认吗？你还想那干嘛？啊？那还要吗？我没你本事！你是什么人呢？二手烟怎么行啊？对孩子不好。我说你可怎么谢我呢？有发现啊？不能，在那堆小广告里能找到什么？来来，去去去。嘿，嗨，你看这个。时间快到了，做不完没饭吃。你别不理我呀。哎呀，我说丁姑娘，啊，你就别添乱了。一会儿小张把这巧克力又偷吃了。发现纪信的油桶和新丰地址不符，经查该油桶在大光明路和青阳街交叉路口，最近的住宅区叫秀峰家园，与本案某嫌疑人员登记地址相符。我就查查看了，发现重大线索。哎，停了，你知道吗？那我们也停了吧。还有一组数据，明天晚上就能采了。那可惜了。能跟蒋医生一起工作，高兴。你这是要带我去医院啊？你不用去医院，你今天休息。我临时有个会，
从你们家门口油桶里发出来的，你是个好人，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有病吧！ 康芙蓉，那小娘们你到底搞没搞定？ 昨天晚上来找过我，耶尔高过量诱发临床猝死。康院长，我真没想到你们这么贪。你想怎么做？针对耶尔高分析他的临床数据。 找到叶尔高过量导致死亡的生物学证据。一旦真的比对临床数据，证明叶尔高过量使用等于杀人的话，这整件事情就不是拿回扣那么简单了。在座的每一位都逃不了。 他不知道自己也拿了钱吗？我们可都是一伙的。借给他的钱，不是都记在宏伟药业的账上吗？是，他不知道，但是那个警察可以先知道。这样不太好吧？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嗨。 我就不虚伪了，康院长，你就安排吧。劳驾，临床数据得要重新做一版，可就麻烦你了。哎，没什么麻烦的，没什么麻烦的。
苏医生，你在干嘛呢？我搞科研呢。不减肥就别想。我凭什么听你的？我饿了。我揍你啊！打我，打死我吧！我长大以后要像你一样没出息的话，那我还怪伤心的。我告诉你，我就是再没出息，也不像你这样长得像头猪。一共多少钱？似乎是按照一定比例计算的结果。那一共是多少钱？累计374.96万。你尽快查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已经连夜查过了，是冯学辉。血压值，血压值正常，血压值117/83。明天就去辞职，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祸害人。小慧姐，我不是不跟你说，蒋医生说不能说，他怎么你了？他到底对你做什么？不是这样的。行，我带你找他去。雪慧姐。在秘密监测
叶儿高的副反应，我负责收集数据。可是我搞砸了，昨天晚上我被陈静抓到了，我记录数据的本子现在可能在他们手里。小慧姐，我去跟蒋医生说一下，别让他一个人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下，我辞职就好了。你刚刚说数据，所有的数据啊？我跟蒋医生编了一些密码，等数据采取完了，蒋医生会把那些密码还原成病人的生化数据。你确定吗？确定。边家铁定我也采了一份，现在完整的数据都在蒋医生的手里。你刚刚说什么？先生病了，我给你转嫁，你回家去。到了家过后，把手机全给关了，不要跟任何人联系。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做，懂吗？蒋医生，蒋医生，这贼找什么呢？打印机好像被拿走了。哦，总不会是专门来偷你的吧？怎么会呢？如果是证据呢？就交给我，凭你保不住。怎么回事？哎呦，张警官也在，那正好啊。张警官，值班保安有线索跟你汇报呢，啊，来，走了走了。
哎，快破案了，快！喂。你等等。说。指纹是冯雪辉的。这些是可疑病例。给他们看看。张警官。这些病例有问题吗？你们不觉得眼熟吗？这简直是侮辱！这是侮辱！别激动。前几天我去了刘红兵跳楼的地方，有人让我好好的从那个角度看看人。他说，从那个角度看人，都是小黑点。我明白他的意思。你们这些人呢，已经习惯了这么对待生了病的人，是吗？都是小黑点，对吧？我今天也老实的告诉你们，你们在我眼睛里也都是小黑点儿。这叫犯罪率。你，老师，别着急。张警官，我想请问一下，贵局到我们第三医院来查什么案件？看吴院长，你会不知道？如果是我们医院病例造假的话，那不是应该由卫生局来查核吗？我们是金针科，愿闻其详。叶尔高滥用。好，那请问我们现在都已经被收押了没有？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们都非常希望贵局还有您能够提出准确的证据来证明我们这些人犯下所谓的罪行，但是您又说我们病例造假，那就意味着我们所记录的临床数据都不可靠。好，如果贵局已经掌握了可靠的数据的话，那为什么不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呢？你个汤犯，有什么资格要证据？那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明天市局和检察院就进驻你们医院，每一个处方、每一个化验、每一个单据，都不会放过。篦子梳头，狮子跑不了。好像是张学辉，好像是他，寇主任。
调查期间你不能离开，把身份证留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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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给我，给我！别吓，是我，是我。谁想我这么对你？干什么呢？你怎么了？我没事，我摔了一跤。你家住哪儿啊？上车吧。你们先出去。你昨晚就是为了拿走数据的，是吗？是还是不是？我没什么好说的。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啊？有这么难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说不是，
我可以沉默。我烧了。张月，我叫李航。分析临床数据，能够确认具体哪些患者的死亡是因为直接注射了过量的叶尔膏导致的，哪些是致死因素之一，哪些是病情本身的不可逆性。而没有这些数据，我们就只能认定轻级犯罪，就只能追究受贿的问题。宏伟药业的徐瑞菊来不了了，我是来请你的。审讯非常顺利，太顺利了。冯雪辉都干了什么？蒋连航报的警，冯雪辉呢？偷了他的备份数据，据说还给烧了。哦，真的？还有370万元现金，无法证明来源。神勇，贵局神勇啊！哼哼。所以你烧毁了数据，是不是？顾天华，你账户上374.96万，现在在哪里？你可以写赃款被挥霍一空。冯雪辉，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管你怎么藏。您的意思是，他说谎了？没说谎。有趣的是他的措辞，我们问他是不是烧毁了数据，他说什么？他说我点火了。这是描述一个动作，并非结果。我没听懂。别冲动！我要见你们领导！我要见姓冯那个女的！我要让她亲口告诉我，她是怎么害死我儿子的！郭宝奎，你别激动，我答应你的要求。
我想先说，犯罪嫌疑人冯雪辉承认了所有的罪行，但他你认识吗？不认识。说谎。宏伟药业的徐总徐瑞菊，他怎么会不认识？是，我认识他。你终于认识了向你行贿374.96万元的人。你和徐瑞菊有中间人吗？没有。徐瑞菊啊，你行贿，他受贿，你是主谋。他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被你拉下了水。我要等我的律师来。案子已经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可以直接移送检察院了。冯雪辉，来，在你的口供上签字吧。哦，对了，徐瑞菊，这签了字，想翻供可就难了。我的律师，我要叫我的律师。徐总，徐总，您别着急，张警官这么说，只是为了想把事情弄清楚。康副院长，那说说你了解的情况。那我就直说了啊。据我所知，这一段时间以来，冯雪辉一直很需要钱。我们都知道他女儿24小时重症监护，这每天至少得花8000到15000啊。这可不是一般普通人家能承受的。你的意思是他有索贿的动机？是，您想想，野狗被大量使用，为什么不早不晚，正好发生在方甜甜重病期间呢？为什么方甜甜一死就停止了？还有为什么冯雪辉他拿不出374.96万？什么结论？冯雪辉是主谋。是这样吗？在审讯室那张桌子上，我都交代了，我该做的都做了。冯雪辉，你别再故弄玄虚了。张警官，他该签字了。签吧。在银行的配合下，我们查实了徐瑞菊伪造了银行对账单据，用伪造的身份证件虚设了冯雪辉的账户，也就是说，冯雪辉从来没有收到374.96万元。这374.96万元就没存在过。你骗我！
叫你用真钱，混蛋！就是康慕容，他安排儿子做叶尔高生产商的股东，再安排我们代理公司进入他们医院供药，销售利润他要七成，都是他主导的，我们只是棋子。康慕容，你没想到每次我们见面都被我录音了吧？你贪财好色，以为我会给你当替罪羊？好，我认栽。但是警官，我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我就是侥幸，想多挣点钱。可以。好，我认罪，我伏法，我愿意接受再教育。你情节特别严重，导致了多名患者用药过量死亡。这你可没有证据啊！我就是小小的受贿。就凭你们能找得到我几个钱啊？就凭你们能定我什么罪？我家老爷子是谁，你们都知道。就算判我三年，我三个月就能保外就医。江医生，你看看，是不是你和苏欣欣备份的临床数据？对，就是这个。把康芙蓉带下去，利益熏心，草菅人命，彻底的人渣！你凭什么呀？冯雪辉，你这样对我，你敢？别动！你，让高高在上的人也感受一下趴在地上的感觉。等会儿。我们跟踪调查康芙蓉、徐瑞菊很久，而你为什么？你呢？既不是本案的主谋，你连一个从犯都算不上，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释放你。但是，在这黑皮本上有几页明显的缺失，如果你拒不交代，我们还是要以损坏证物罪继续关押你。有火吗？你就能看着他坐牢？
这也是他的选择。我走了。你得阻止冯雪薇出狱。我？就你。无理取闹。张局长，你不听我把话说完，会很危险的。我送进来的人多呢。你不是第一个威胁我的人。哎呦，你怎么跟帮你坐上局长宝座的人说话这么没有耐心啊？你有话直说。你毁了我，我也要毁了他，还有你。说说你怎么回我。你包庇冯雪辉，冯雪辉是个杀人犯，冯雪辉用药物杀了孩子，所以他才去偷蒋丽阳的数据，孩子的数据也在里头，只要一比对他就完了。我告发你，你也完了。我告发你，张局长，你包庇冯雪薇，包庇杀人犯，不止我有罪，你们也有罪。张局长，这个犯人好像已经疯了，我们打算确认以后把他送去治疗呢。哦，现在告诉我，他杀了谁？为什么？因为孩子太疼了。所以他才有可能替孩子实施了解毒。只是我的猜测，没有证据。能不能算了？你起诉冯雪辉，我全力支持你。为你的女儿讨回公道。你想干什么？
你的前妻冯雪辉，你到底想干什么？他都在监狱里面了，我求你们了，我真的是，我求求你们了好吗？他又要我结束了你女儿的生命，你知道吗？啊，你能放过他？我能。因为我也想把这一期结束了，我想了无数无数遍，我怎么结束这孩子的痛苦？我一遍一遍的想，我该怎么做？每一步，每一遍，我都想过了。是没个这个勇气，这本来就是该我做的事。